份，我因为和自己的前夫孟凡红啊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家庭战争啊，后来协议离婚，结束了16年的这个婚姻生活。实际上提起我的家庭，很多人都很羡慕，因为前夫孟凡红啊，人心地很善良，也勤劳肯干，没有什么不良嗜好。我的女儿孟祥雪今年12岁，也是爱学习，比较懂事儿，还弹古筝，人们都喜欢她。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，看起来很非常好，却因为经营无方啊，也就是说不会经营它，不知道夫妻之间还应该有道，要怎么样的把这个家过好，不懂，结果把家过得这个支离破碎的，这么个好好的家就走向了破裂。实际上回顾过去啊，回顾自己的这个16年的婚姻生活，提起来是很是心酸，很痛苦啊。可是为了让更多的家庭不再经历这种痛苦，我们今天呢也是在此愿意和大家真诚的分享。我从小啊，因为上头有哥哥姐姐，他们呢都承包了全部的家务，我几乎是在宠爱中长大，很少帮助父母和家里人做事儿，这个非常不好，结果就养成了一身的傲慢习气，还笨手笨脚，处理家务处理不好。结婚的时候呢，只是单纯的想我找个好丈夫，找个好男人，那这一生肯定是幸福了啊。所以呢很庆幸呢遇到了我的前夫孟凡红啊，大家也都对他很满意。那时候不懂的啊，婚姻，好的婚姻有好的开始，还要用心来耕耘它，经营它。如果经营无方啊，如果呢没有道，不在道上，这个家呢肯定呢会出现问题啊。当时不懂这些，上学学校里也没有讲过啊，也没有想过这些事。父母呢亲人呢好像也没有告诉说你结婚以后你应该怎么做太太啊，没，好像没有学过这种东西。在上班的时候啊，有一些同事呢，大家在一起在讲什么，这个女同志们坐在一起就讲在家里如何驯夫有术，让男人们都服服帖帖的。当时也觉得这个不大对啊，可是也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太太。于是呢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持证上岗啊当太太了，真的是不懂。后来呢也是在也不懂得怎么当妈妈哈，怎么做母亲，有了孩子了也就好像这样的就当妈妈了。因为不懂啊，生活呢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的一帆风顺。因为啊这样的自己处理不好家务，做事就觉得累，就抱怨。尤其有了孩子以后啊，一堆的事就好像是铺天盖地的就压到自己的身上。当时因为双方的父母都不能方便啊，帮我带孩子，所以说我就自己呀带着这个非常弱小的孩子啊，那个丈夫在外头啊挣钱养家。当时呢也不懂得啊，养育子女那是母亲的第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，是第一要职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当时我反而觉得这个孩子应该让爷爷奶奶给看着啊，因为我好像就想我给你们孟家生孩子了哈，你们应该替我看着，我呢应该上班工作，因为好像从小就有这个志向，就是说这个女人啊就是好好学习，成绩好，然后呢找个好工作，将来怎么怎么地，就这样。
结果因为照顾孩子呢，自己不能去工作，甚至到最后啊，就是好把工作也就辞掉了，因为真的是没法，不能把孩子托给谁哈，只好自己带。这个实际上现在想起来，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。当时怎么就不明白，就觉得这个很痛苦啊，就觉得很抱怨，就觉得哎呀，因为看孩子耽误了自己的工作，耽误了自己很多的事情啊，真的是心存抱怨。这个人一有抱怨之心呢、啊，哎呀，这个心就不痛快，就狭窄，就小肚鸡肠的，看什么事情就不顺心，尤其跟自己的丈夫啊，总是唧唧歪歪，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啊，就争来吵去。《弟子规》上讲啊，就说是，恩欲报，怨欲忘，报怨短，报恩长。哎，那会儿不懂，啊，却正好相反。有时候呢，夫妻争执过程中啊，丈夫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啊，我就老记着啊，甚至一记好多年，就一心里一不痛快，我就给他提溜出来，揪小辫子啊，我就说你曾经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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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样啊，你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啊，说的数落的丈夫，哎呀，特别的烦，特别的痛苦，搞得自己也是很烦很痛苦啊，真的那会儿怎么这么傻呀，真是啊，好日子不会好好过，为这事儿你说总是烦恼啊。后来呢啊，原来呢也是总啊，刚结婚的时候搞对象的时候也说啊，爱呀爱的说了好多，那会儿说实话真的不懂得什么是爱，就不知道爱是要体谅别人啊，考虑对方的感受，就觉得我爱你，你应该对我怎么怎么样，实际上这是一种有求的心，这个爱字一有求，今天我明白了，这真不是真爱，不是真爱呢就是苦，哎呀，一有求就苦，老觉得你怎么，你应该对我怎么怎么样，你应该为我做什么做什么啊，结果特别苦，哎，苦了自己呀、啊，也苦了别人。实际上，我的这个前夫孟凡红啊，他特别爱孩子，特别爱家啊，特别的顾家的一个男人。当然有时候对女儿就过于宠爱啊。我们弟子规也有讲哈、啊，说应该劝谏的时候要怡无色，柔无声。哎，那会儿不懂啊，就遇到一些情况啊，立时就翻脸。当着孩子的面就说你怎么这样这样的，你怎么那样那样的，你们知道你这样的会害了孩子哈、啊，你怎么怎么怎么啊，立时就开始数落的啊，这个丈夫一无是处，搞得孩子呢也是左右为难，不知道该听谁的。后来呢，慢慢慢慢的我们发现呀，孩子谁的话他也不怎么爱听了，哎呀真是，哎呀太失败了哈。曾经呢，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啊，现在提起来真是不值一提的这些小事，争争吵吵啊，吵得天翻地覆的。有长辈啊曾经还劝告过我说的，哎呀你呀、啊、要得理要饶人啊，理直要契合。我当时啊很不理解，迅速就反驳，我说凭什么呀，凭什么我得理要饶人呢、啊？啊，他明明是无理搅三分，我至少我还有理呢，凭什么让我饶他呀？结果呢，你这样想的时候自己真的是特别生气，你想想现在想想，你说多傻呀，你饶了别人实际上是饶自己，是不是啊？你生活本身应该好好的过，很幸福，结果呢搞得那么痛苦。就去年五月份呢啊，也是因为一些家庭的琐事，我们夫妻双方啊就又开始争执起来。后来呢啊，真的是发生了这个激烈的这个战斗啊，战争。哎呀，当时我气急了，我就气昏了头了，我就跑进厨房了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这生活太黑暗了，哎呀，真的是家庭不幸福，好像真是什么都没有意思了。哎呀，当时那种疯狂的状态，我好像
今天想起来都是，哎呀，都是真的是不忍回顾啊。哎，后来，后来啊，我的女儿，实际上我最对不起我的女儿。孩子一声惊恐的尖叫，孩子他惊恐的尖叫哈，真的是在孩子幼小的心灵，深深的烙上了这次痛苦的烙印。后来，在孩子的同意之下，我们夫妻协议离婚了。当时我以为啊，离婚以后啊，就远离了矛盾是非，就不会再有战争了，可能就会啊，后半生就会过得平稳一些。离婚怎么能解决婚姻的问题呢？非常感谢啊，我生命中的贵人，我们一位唐山铁路楼赵庄铁路楼的居委会的书记刘松霞大姐啊，她真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啊，他给我介绍说，咱们唐山呀，成立了一个传统文化教育协会，这里面讲《弟子规》，你可以去听听啊。当时我还想，《弟子规》是教孩子的啊，因为一直心中对孩子有愧啊，所以呢，一听说是要教育孩子这事儿，啊，我说很好，我说我去，于是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啊，结果一听啊，哎呀，这个协会的这些老师们，他们太让我感动了，他们那种不计名不计利啊，那么辛苦的奔波这些老师们他们走社区啊，去学校啊，到一些养老院呀 做这些弘扬传统文化的这个事儿，是他们这个行为呢，真的是深深感动了我。当时我都很奇怪哈，我说世上还有这样的人，我那会儿我真的不知道，没走进协会之前哈，我不知道我们社会上还有这么多的这么好的人。四天的学习，哎呀，我才终于明白了，这个人生四十年真是过颠倒了，过冤枉了，自己真的是错了，原来没想过自己还会有错啊。夫妻离异，夫妻的矛盾，那个孩子呢，就像置身于地震中的那种房屋里一样，他抓哪儿都抓的就好像没有着落一样，那种惊恐绝望的那种感觉。哎呀，这个大地母亲呢，她发生了这种地震，哎呀，她是何以忍心啊，抛弃她的孩子呢？啊，当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啊，那真的是那个泪呀，流的真的是啊，不能控制。所以说，感谢《弟子规》，感谢所有的老师，感谢所有啊弘传圣贤文化的这些仁人志士们，因为有你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啊，使我真正的开始了忏悔，开始了反思啊。忏悔和反思都很痛苦，但是啊，这才是我人生的一种转变。我就简单先分享这么多，下面呢，有请我的前夫孟凡红他来讲几句哈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孟凡红，来自河北唐山。我是一个失败的丈夫，结婚16年，去年我深爱的太太炒了我的鱿鱼，第
离我而去了。我最疼爱的女儿竟然指使她妈妈非让我在这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人生走到这种地步真是太悲哀了。离婚这消息啊，父母知道了几天几夜睡不着。我回家的时候看见母亲啊腰更弯了，背更驼了，我心酸，我非常的心酸，也见到了母亲就哭了，真是泪流满面，始终眼睛啊含着这个泪水。我很后悔，我在这四天我也非常感动，我也非常惭愧。行，我就说这么多吧，感谢弟子规，感谢同学们。谢谢我们，谢谢分享嘉宾的分享。那么这对离异的夫妇究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现在我们想特邀唐山市路北区民政局局长刘玉生局长上台来，为两位做一个见证，为我们两位当场颁发结婚证书。这个徐荣老师是我们唐山市路北区教育协会的会员，也是教师，在这个教学上精心耕耘，无私奉献，在弘扬传统文化上为人师表，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。近日在我们路北区婚姻服务中心递交了结婚申请，今天很荣幸我将这一不平常的证书发给经过传统文化这特殊媒介，在这特殊日子续写婚姻华章的二位新人。让大家祝福他们，也深深地祝福他们，谢谢。好，下面我们请刘局长和夫妇两人一起来照一张全家福。那我们还有一位成员哦，两位的女儿也到场了。好，请给我们的幸福的一家来一张全家。子规，做好中国人。轻轻地捧着你的脸，为你把眼泪擦干，这颗心永远属于你。
父母